左脚往去后点，左脚是找七点方向点啊，后侧，然后我们的眼睛去找一点方向，这个动作重点在气势啊，眼神和气势要给它表现出来。第二拍，左脚往二点上步骗右腿，双手要先切回来，再从七点起换手到三点。第三拍，右脚去找八点方向左前点啊，左手抹开，右手往上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手臂是一个外旋的状态，外旋啊，然后我们的手心是冲外，手心是找镜子方向。好，第四拍，端腿，然后脚尖去找我们的六点方向，同时我们的手上完成两个连着的绕扇的动作，大拍踏步转收扇啊，第五拍吸腿开扇，第六拍盖上撑，撑好这个方向，这个时候我们找的是三点方向。好的，第七拍起跳，然后左脚去到右脚的右腿去主动找到左腿的左边，然后我们手上做一个从七点起已经三点落的换手，接着转身再做一次从七点起三点落的换手，一个八拍，我们再给它连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八五六七八。好，第二个八拍，第一拍双手，第一拍的动作跟我们第一个八拍第一拍的动作是一样的啊，双手一起往六点方向换起来，然后右手是拿着扇子指着六点方向，左手是在胸前按掌。第二拍还是往二点方向切，把扇子切下来啊，用我们的大拇指跟食指，就是用我们的虎口方向去切，然后我们的手臂是往内旋的一个状态，好吧，然后左手顺势搭到我们右手的胳膊肘上，然后脚的话踢完腿以后，右脚并左腿并腿蹲就可以了。第三拍跳，左脚去前点，然后扇子绕一个立圆端在胸前。第四拍借着这个圆往八点挑起来，转身转向五点以后，扇子是打开到六点方向啊。第四拍，然后第五拍，我们双手往后挑胸腰起，踢的还是我们的右腿啊，然后起来以后往二点方向盖，往七点方向拉，拉的同时把我们的重心移到我们的右脚上啊。匆匆那年现在在复习啊，不要着急。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七大八大了，七大八大，七大八大这组动作啊，这组动作之前咱们有问题，有提出问题的同学比较多，就大家普遍认为这里比较难，那我们今天把这里去给它细的分解一下啊。我们先在第六拍位置上摆好，第六拍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右手不要飞膀子，朝正七点方向啊，然后旁提，提的是我们右侧的旁腰，身体是往左倒，眼睛看的是左下方，这是我们七大八大的准备动作，好吧。好，第一拍我们先说脚，我们七拍的脚是移重心到我们的左脚右脚并左脚，同时转身向八点方向，然后我们的手是往前画一个，画半个平圆在头顶啊。好，转到八点方向以后，大拍蹲，双腿并脚蹲，同时我们的左手往外抹开去找到杯手位，我们的右手打开扇子，往远往前往远再画半个平圆。来，我们把右手路线给大家看一下，走半个往后，半个在前啊，半个在头顶，半个在身前，它是一个连起来做的一个完整的圆啊。好的，七大两拍连一次，准备五搭六走，七大送出去。好，八大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八大这个提成看不懂不明白啊，其实它提成提的是哪，成的是哪，提成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啊，讲的是我们的呼吸，然后我们的手怎么去表现呢，在手上的话我们表现为用胳膊肘带着你的手腕往，带着你的扇子往上拎，所以提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手背在上啊，沉的时候也是胳膊肘先沉，
然后我们去做了一个翻腕，再带着手掌带着扇子往外摊开，就完成了这个提成。提成完了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往后，从后到前的立圆的一个绕扇。这个绕扇呢，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手腕子立起来，掌心向外做了一个立圆啊，手腕子立起来，掌心向外做一个立圆去绕扇。来，我们把这个提成跳连起来做，在绕扇的时候，我们的脚下双脚做了一个起跳啊，提成跳，好的。然后在提的时候，我们的头，我们的眼神有个往上的看了一眼的过程啊，提蹲跳，跳的时候是低着头的。好的，我们把七大八大给它连起来做，五六走，七转大送，八提成大跳啊，四个动作，四个口令，大家去记这个口令。我们把第二个八拍连起来做一次，准备，五六七，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大。好的，打好，走，上步转身，往七点往远抛，切下来往旁拎。好，第四拍落，第四拍落的时候，注意我们的右手要把手腕翻成手心向上，要翻开啊。好的，下一拍第五拍五搭六也是一个难点啊。第五拍的时候，我们的膝盖是，我们的腿下是动作是左腿膝腿转开落脚。五大的动作啊，来，五六七走，五大，大拍就要落下去了啊。我们的手上拿扇子跟我们的腿走了一个反方向，从前往后盘一个半圆啊。来试一下，五大，好，盘完之后再大拍落，大拍的时候我们的手在你的脑袋旁边再做一次绕腕，这里的动作相当于手上做了两个绕腕啊，第一个用我们的胳膊肘去画，第二个用我们的手腕去绕啊，做了两个绕圆。那我们两个绕圆怎么去衔接？我们第一圈完了之后啊，一定要记得先把我们的手翻开，翻开我们才能提胳膊肘去做第二个。我们这一大部分顺不过来，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交转换那里那个翻手没有做啊，所以大家会有一点点顺不过来。其实就是拿着扇子做了两个绕腕，大家可以试一下。只是第一个我们要顺着我们的头顶去做一个，第二个一定要把手腕给翻回来，再做提成去绕腕啊。来，五搭，绕一圈，大拍绕第二圈，送六的时候一定要往远送啊，整个后背拉长，我们千万不要往下掉，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我们整个后背脚跟到后背到我们的手啊，一条长的斜线，后背不要往下垮啊，拉长。好，走，七，重心推回来，用我们的左腿发力推地，把重心推回来，左脚去做左后踢，做射焰啊，然后我们的扇子去找三点方向提起来。好，做射焰的时候这个问题来了啊，我们的膝盖一定要往后长，对，一定不能从前面露出来啊，膝盖。好，走，八，左脚去做旁点，双手往后啊。我们上节课周一的课上悟出了一个笔画啊，这是一个捺加一个撇，大家去想一想啊，提起来以后看我们的手在三点，对不对，然后我们往四点画一个捺，然后再往前画一个撇，这个动作就有了啊。七走，捺撇跳，跳的时候画了一个立圆，接了一个平圆啊。跳的时候是一个立圆，一个立圆接了一个平圆，大家注意扇子啊，我在说的是扇子的路线。好的，来，我们把第三个八拍的动作连起来做一次，准备，五六七，打八打，一抛拎落，五搭六，七八打九，十 ，OK，
好的，那我们三个八拍都已经复习完了，我们把它三个八拍、三个半八拍啊，两个八拍、一个十拍、三个半八拍给它连起来做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八、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三，二三四五打六七八打九十，等一下音乐零点八倍，走，一二三四八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三，送零四五打六七八打九十，六七八，一二三四八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打六七打八打三，二三四五打六七八打九十，这样子的话最后送到的是八点方向，眼睛也看到八点方向，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还搭在右手的胳膊肘上。好的，第一个动作，右手扯着我们的上骨打开画平原，左手一定要落下来啊，先落下来再去走半个立圆，来走，右手平圆，左手立圆蹲，对，把胸腰像流水一样敞开啊，敞出去。好的，我们脚下做的是迈右脚踏左脚的一个踏步蹲啊，来连起来做一下两拍动作，九十，走，一二踩开。好的，第三拍我们要做云手转，但是我们第三拍的时候要做一个流头大拍去转，四拍找到位置，左脚右左脚主动找到二点方向去做一个前点，然后我们的旁腰要往右倒啊。好的，五搭六，打开五搭六之前，你一定要借个抢个半拍，把你的右手的小手臂打开，抢半拍打开右手的小手臂，好，再去绕两圈，绕上的同时，我们的旁腰往左倒。啊，脚下走三步，左右左，好，手上把扇子换到左手，来走撩膝腿，左脚撩膝，膝的时候打开，上左脚点右脚，翻扇收手啊。这里的话我们有那么一点点跟我们小颖儿老师是做的不一样的动作啊、哦、小颖儿老师在打开之后啊，打开之后它是不翻手的，不翻手直接往上拎，拎起来它是一个反扣的手，左手是一个反扣的状态。我们的话是因为线下学员在学习的时候，他们这个动作容易把扇子这样去挑起来，他手腕悬得不够开，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改成了打开之后在这盖了一下，绕了一下腕再去提起来，这样子的话大家到这里之后的动作会比较顺手一点。我们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家的一个改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样跟颖儿老师这样反扣的手去做也可以，如果喜欢像我们这样盖的手去做也可以啊，这个动作都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大家自己怎么顺手怎么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五搭六，绕完上转身的时候，颖儿老师他是直接手对手给的啊，他拿的都是同一边，拿的是扇子的同一边。那我们的话因为跟前面前奏动作，为了跟前奏那个这个蹲的动作去就是去做一样嘛，去做习惯了，然后所以我们这里给的是拿到另一边，就拿这儿也可以，拿这儿也可以，大家自愿啊，大家自己习惯怎么样，就是不用去改。五六七，走，一二三搭四，打开五搭六，走，撩膝打八。好的，往下第一个拍蹲，
蹲的同时我们收上，然后把右手抓到上头的位置，第二拍右脚往六点撤步吸左腿，同时我们的左手顺着上头往下捋上头啊，给它捋一下，手要落下去，捋完要落下去，别停在那，对，好，第三拍左脚往四点上步，同时左手去推着我们的扇子推起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胸腰要往左上方去找啊。第四拍继续往三点上步，胸腰打开往我们要走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左后方去旋开，来五六原场步跑到五点方向，打开手，七左脚往二点上步，转身到一点，七八两拍撑，大拍回，一开扇，二蹲，好的，三松挑提起来，好，到这里为止，跟我们之前学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啊，到这里为止是一样的，三挑，四提，盖，转身，再提起来。第四拍提手的时候，我们的右腿要同时往旁抬起来啊，直膝抬腿。这个时候去找一个什么感觉呢？找一个你用你的手，好像手跟脚之间有一根绳子，用手拉着这个绳子把脚拎起来的感觉。好，我们转身，同时我们的右脚往七点上步落，变踏步蹲 ，OK， 再转回来。转回来压左手提右手的时候，我们的左脚拎起来去做一个小设宴啊，小设宴的造型。好的，到这三步来，五六七走，三提四抬，五蹲，六转身，七八把一二把整个八拍连起来做，准备五六七八一，一在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候，我们的扇子有个绕扇，再往七点方向落下来啊。大拍来，七八大。一的时候，我们撤左脚去找三点的时候，我们扇子要经正下，从三点带起来，翻身打开到七点方向啊。这个动作跟我们前面碰到过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对吧？打开的时候注意我们上肢要端平，眼睛去找天花板。好的，把这个收，把这个转换的动作连起来做一次。走，五六七八打一，一拍翻身过来。好，第二拍一样的，手背带着往回扣，走斜路线要扣回来，然后我们的左手要关回来拉开。第三拍左脚上步，右手盘腕，左手往外推，我们的头呢要顺着右手盘过来啊，盘过来以后我们脚下是右脚去半脚掌点的做一个掖啊掖步，然后盘过来以后右手要盖盖下来，右手要盖，右手要先盖下来，盖下来的时候在这有个停留留，好的，五六收到后面。这一串啊，这个五拍六拍跟我们前面学的又是一样的，连一下，走，大落扇，一撤步翻身，二扣，三上步打开盘腕啊片开，四蹲住盖下来，五六收到后面，六七八打一，二挑起来，三四抬腿，好，五蹲住，六转身提脚，好，大拍落脚绕手，从七点落，一拍翻身，二扣，三盘上推开，四留住，五往后盖，好，脚下是一个跳，双脚一起起跳，右脚上步转身到四点方向并脚，对，好，然后我们的左脚往二点方向外开上步，转身回一点方向啊，好的，脚下动作再连一次，准备五，说手，手穿的路线，
手上的路线我们收到这以后，我们这次我们的右手不往后撤啊，不往后撤，抓的是我们的上肢的中间，然后右手七八的时候，我们右手要有一个绕头，走绕头，好，第八拍往远送，往远送，对，来绕头往远送，转身，好的，转身以后看我们现在手是这个反扣的一个状态嘛，这时候我们要提一下胳膊肘，把上肢给翻回来啊，翻回来，然后再绕半个头啊，绕半圈，然后同时我们的左手去抹开眼睛，跟左手去找八点方向。好的，再顺一次，来准备，五六七，走，七七，你看七这个动作摆好，七的动作我们脚下已经跳完了啊，手其实已经绕到脑袋后面了。然后第八拍我们去转之前，我们的手一定要往远往平的弹过来啊，往远往平的送过来，再转身，就相当于我们转的之前我们有一个流头，我们有个流身体啊，流身体。好，转到这以后，左脚去外开，右手，右手转到四点以后一定有一个翻手啊，一定要先把扇子翻出来，然后上左脚的时候再去把它抹开，最后这个抹开动作有一个拨开云雾见日明的那个感觉，去找一找啊，然后左手是把扇子给它推开的那个感觉。这个动作难在手脚的一个配合，它是脚下先跳，跳的同时我们的手在绕头，好，这里是手先走，手先往远送，脚下再转身，对，转到后面以后又是手先提，脚在上部再拨开，就他的手脚不是同时的，手脚他是分了五步，你看第一步，第一步是同时的，绕头的同时跳脚，好，第二步是手先走，先送了一个手，然后第三步是转身啊，转身到四点，好，第四步是提手，第五步又是一个转身啊，学的新动作先给他顺一下，来准备，五六七八打一二，提抬走，蹲，转身，提，大落，摇开，扣，走，推开，盖，收住，走，跳，转，上步，推开，结束，从高潮结束那里开始，九十，好，五六七，走，一，二，三搭四，五搭六，七搭八，二，二搭三，四，五，六，转身七，八搭三，二，三，四，五，六，七，抬搭一，二，推开，捻住，盖，收，走，跳，收住，上步，打开， OK， 用 0.8 倍速的去给它合一下，背，一二三搭四，五搭六，撩膝收住，二，二搭三，四，圆场打开，转身回开，蹲，挑起来，抬上步，转身挑大四，二，推开，转身五，六，七，八，打九，十，开，然后转四个圈，收住，九，回来啊。我们准备的时候看我们的右手一定要把手小臂外旋啊，要把小臂外旋开拿上，这样我们起来的时候起手的时候才容易顺，好，然后把扇子提起来，看我们的膝盖抬，膝腿加转开，其实站了半拍，膝转啊，第一圈绕上转了半拍，膝转绕第一圈，好，第二圈是落脚的同时绕的手啊，所以两个绕上其实半拍一绕，然后脚下是做了三个动作，手上绕了两圈散啊，所以会有一点点不顺，因为手脚它不是一模一样的节奏，
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准备，手足走，膝开，老送。好，送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把后背给它送出去啊。好，来回来踢踢踢，捺撇立圆平圆收住。好的，我们来分解今天的内容，走，一二，右手画平圆，左手画立圆，脚下迈右脚踏，左脚扁踏步蹲，胸腰给它敞开。好，三，留头甩头，踏步转，转成左脚的前点步啊，走二点方向前点步，同时我们的旁腰要往右倒。好，在绕两圈上去的时候，刚刚这有同学说不清楚啊，我们首先要把手打开，抢个半拍把手打开，然后第一圈用我们的手背在前往回扣着手转啊，第二圈，第一圈没转完的时候，我们的手要往上骨的后面躲一躲，要松一下手往上骨的后面躲，第二圈是手心在前画立圆去转，当然这里做得很快，来我们再做一下，五三搭四走，五搭六去转身，左右左啊，这个脚别在地上蹭，这里是可以跑出去的，因为它这里的动作幅度大，所以你蹭的话会不稳，这里是左脚右脚左脚跑了三步啊，收住，好，膝撩腿走，撩膝打收，好，走，收上收上，然后脚往六点退，膝腿往四点上步推，三点推，走，圆长打开，手到五点转身，八大，走，一二三，挑起来，四拎起来，抬腿走，上步蹲住，转身抬，八大拍落脚，翻手开扣，走，盘腕推开，拧住，走，盖下来，好，走，跳转收住，上步推开，好的，来我们合音乐，一二三搭四，五搭六，七搭八，二二搭三，四五六七，八搭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搭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手八打三，二三四五打六七八打九十，一二三搭四，五搭六，七搭八，二二搭三，四五六七，八搭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搭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准备走，第三拍挑，第四拍右手提起来，右脚提起来，让上骨贴合小臂，然后转身，右脚往七点上步蹲，再转身，左手往下压，用手往上提，同时我们的左脚抬小腿去做射焰。好，大拍落左脚，扇子经正上绕上往七点下，再侧右脚转身，扇子经正下从三点起，再往七点下。这第一拍，这个第一拍一定要做一个定点，定住啊，定住。然后第二拍切也是个定点，这两拍的动作一定要快。一、二、三搭四，五搭六，七、八，二、二、三、四、六、七、八搭三，二、三搭四。六七下转开四，二蹲立立蹲，五六搭七八九十，一二
搭三，四搭五搭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三，二三四五搭六七八九十，一二三搭四五搭六七八，二二搭三四五九七八，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左手是顺着你的脸颊，手背顺着脸颊提上来挑出来的，对不对？挑出来之后摊开的肯定是手心，手心对着自己嘛，手心对着自己，手背在左边嘛，对吧？然后我们提上的时候左手落也是手背顺着落下来。好，然后这有个转身，转身了之后看我们的左手其实是不用刻意翻转的，我们转身右手是有个落上，对吧？右手落上，左手直接就是变成手背了，手背提起来啊，手背提起来，然后我们到这又接了一个转身，转过来这个时候是不是手心在外的，然后我们压的时候再去转这个手腕，变成手心对着你的脸啊，再变它压下来。留头甩头看镜子，好的，绕看着镜子，上步成撩吸腿的时候看镜子，打提这个时候看镜子，收上
往后退，看着左下方，然后推，看着左上方，看着左上方，打开，这时候我们看着天花板，就整个人是往上扬的啊。转身看镜子，八大转回来也是看镜子，开，低头提，这个时候是看二点。好，然后抬腿，跟着扇子走，跟着扇子起，跟着扇子翻，翻起来以后看天花板，然后扣回来看一点，推开，头回旋，往走的方向旋，盖，这个时候看镜子，收，看正后，然后走，跳，送的时候看镜子，提，转身看着八点，跟着你的左手啊，跟着左手往八点看出来。